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治疗阳痿有三招：坚定信念，相信自己可以，坚信阳痿能治愈，干掉真凶。是谁搞出了阳痿？是疾病，赶紧把病治好喽。是药物，调整治疗方案啊。没了真凶，阳痿才能治好。科学治疗，偏方谣言信不得，正规医院科学治疗是正的。鹿茸虎鞭、马咖海马是不是有效？如何证明有效？深读君才疏学浅，实在说不清楚。但深读君知道，阳痿是一种疾病，有对症的治疗药物，如他达拉菲和西地那非这类 PDE5 抑制剂药物，人称伟哥。想知道伟哥是怎么让蔫头耷脑的小丁丁变得威武雄壮有力量的吗？深读君画给你看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